有些事我都已忘记，在我的想象中还清楚地记得，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台挖掘机，与众不同，时尚给力，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所有的街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会给我答案，星期天我再次寻找，我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去了第二个城市，那里的人称它为魅力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我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了蓝山技工学院，那就是我要的挖掘机。我的挖掘机，时尚时尚最时尚。挖掘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感觉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挖掘机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四爪牙，一步两步，似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。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挖机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技工。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漂泊，来跳一下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四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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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步两步，四爪牙，一步两步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一步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。